2004年7月23号，澎湖复兴空难关怀。复兴航空班机坠毁民宅，现场遍布机身残骸。澎湖军警紧急救援，机上十人幸存，48人罹难。我郑重的向大家道歉，为这不幸的事情道歉。失事当时，天下雷雨，重飞迫降酿成意外。澎湖当地志工、现场、医院、殡仪馆多点关怀。殡仪馆提供热食，相机志工做后盾，疼惜家属，费尽心思。咱都有诚心回家。空难5天后，西溪村民仍惶惶不安，此际邀约祈福会转心念。我想说，我已经2天3天没有合上眼睛了。社区里面的所有居民做一个祈福会，带着他们，让他们心安。祈福会后，8月10号，金丝金社法师亲自到澎湖关怀。我能知影，对，真正足感恩。啊，你今嘛吼，你开始啊，正常爱吃爱困。从家属、村民到第一线救灾警消，安定人心。1992年7月23号，慈济教联会成立大会，来自全台1500位教师、社教机构和学术研究者集合在花莲金丝堂，慈济教师联谊会正式成立。很多老师压力很大，那进来慈济以后，能够有这么大的改善，要把老师组织起来，一定要让老师们能够获得慈济的一些精神理念。把自己变得更好，然后他也可以把周遭的人变得更好。教联会的成立源于慈训比根队，教联会会徽中的3叶菩提代表传道、授业、解惑、人文教育，树立典范。当老师的这一念心，灯团灯，生生世世。教联会成立30多年来，在台湾已有近4000人。1995年第一个海外教联会在马六甲成立后，如今已有9个国家地区，包含新马、美加、缅甸、中国大陆和香港，以及2023年加入的印度及尼泊尔教联会。Actually, when I was a teacher, on that time only I'm teaching them only syllabus of the students, but now I'm teaching them character. When I go and teach, actually the children are very afraid from me because I'm always beating to the students. But now, just I'm love with them, care with them. Therefore, I can join the teacher association because I am also a teacher. A teacher is a way, teacher is a road. We are example, we are icon of our society. 台内外教联会持续推动慈济人文，至为良师，以身试教。